我叫 Andy， 然后是台湾人，南部人，从高雄来的。然后我的兴趣是打篮球，我还蛮高的，190公分。现在在美国读书，在 PCC 读书 ，major 是 business， 座是射手座。所以我其实还蛮爱好自由的，比较不喜欢人家绑住我。至于花心这一部分的话呢，我觉得个人吧，应该跟星座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欢迎你们来认识我，我现在参加是 ICN 的心动派对。